家姐唔記得介紹我。啊，我秘書王小姐。啊，王小姐啊。啊，以後有咩事隨時都得。飲杯飲杯。康子啊。嗯。有一個叫做徐少良嘅人嚟揾你喎。徐少良？邊個徐少良？佢話嚟同你傾合約嘅喎。係咩？冇啊，我冇同過咩叫徐少良嘅傾合約。啊，系咪上次我哋喺阿朱生嗰间娱乐公司见到嗰个徐少良啊？咩事啊 ，boss？ 叫马爷入嚟。嗯。我知呢件事，请你叫佢苏氏嚟见我。boss 啊，嗯、马爷等住话想见你。由得佢等阵添。boss。唔该。十一点钟要开制片会议。嗯。董事长喺上一个月约咗几个美国嘅片商，佢哋寻晚都嚟咗香港。你同我安排时间。嗯。唔该。阿 Mimi， 记俾报馆啲信发晒。今朝已经寄晒。嗯。记者招待会嗰度布置搞掂噶啦。全部妥当。嗯。好事，你翻住先。嗯。啊，系啦 ，Mimi。